陈情人26号黄先生的一个意见也是针对地下穿越的部分来讲，也是反对穿越民宅，会担忧到将来日后更新的一个困难度。然后呢，是不是可以包括违规放慢速度，然后尽量不要受200公里转弯半径的一个限制，也就是希望说能不能尽量穿越来做避免。啊，这个我们刚刚前面已经有回应到，只要在工程上部分来做考量，我们也已经参考，甚至也来调整原来R03车站的一个位置，来避开这个穿越的一个户数以及栋数部分来做回应说明。那再针对说，刚刚也有在会场上曾经提出来说，地下穿越部分呢，是不是能够尽量用广池地来多做月台停放列车就好了？那这部分我们刚刚在回应的时候，我们也已经有提到过说，其实就算说我们广池能够用到公共土地也尽量贴进来了，但是违规部分其实甩的部分还是会侵到其他的一个湿地一个部分，然后来做个说明啊，一定也回应说，我们也已经有考虑过后，也已经有适当的调整过来降低穿越栋数以及穿越这个面积。那当然，申请的第28的内容回应方式呢，是跟我们刚刚的27回应情形是一样的，也是地下穿越部分能够尽量避开来。然后第29的穿越部分呢，也是希望从广池下面来穿越、不要地下穿越到他们的一个住户，所以这个情形的回应情形跟刚刚是一样的。再来就是针对说，希望我们开会的时候呢，能够提前通知，然后是用寄信到他的一个地址，这个部分当然我们都已经配合办理，在包括我们刚刚所提到，依照第四次的一个意见，我们在办理后续的穿越说明的时候呢，我们就是也已经有配合来办理了。那再来就担心到说，穿越民宅部分的话，房屋归类的话是由谁来负责？这个部分来讲，其实我们历次捷运的工程里面来讲，都有提到这个，将来也是都会在施工阶段也会做确保。那这个东西的回应方式，我们还是有强调说，我们整个的一个设计这个穿越的部分的一个当时的理念，跟我们一个调整过后的一个情形来做回应。这个是希望说，我们将整个捷运地下穿越受影响土地建筑物容积奖励等条文呢，要纳到这个细部计划书里面来做续名。那我们以我们的回应方式来讲，本局也会将这些我们会将我们刚刚在提报的内容，就是包括将来穿越的部分，我们会有地下穿越的容积奖励的一个部分，还有它的一些限制因素呢，我们也都会在这个计划书里面去做来做补充。目前的计划书里面就有包括这个部分的。那32之1的陈情，我们的回应的情形是跟编号32延续意见是一样的，也针对这个穿越这个容积的计算的一个情形来做说明。原则上33的陈情的部分哈，检视的先生其实他讲的一个部分哈，针对容积的部分哈，其实还有室内一平换一平的部分，其实我们就是同编号三，还有41跟8的延续意见哈。然后针对这个，他其实还有提到一个，就是说，因为这是属于R03结算用地嘛，结算用地的他后面他有提到，陈建这边有提到，就是说，他后面有一条巷子没有错，可是因为那个巷子现在目前是还没有公通行的哈，所以他提到说，福德街89巷至福德街137巷哈，后侧三边这边有个8米计划道路哦。原则上近期我们公务局这边纳入年度预算去办理哈，
原则上我们这边是回答说陈情员的意见这个部分哈，我们会请我们的本府的公务局这边哈纳入年度预算去配合办理啊。那杜鹃花的部分哈，我们会在上面，我们其实现在杜鹃花其实都已经载明说哈，后面那个巷子哈，后续哈还是要维持公众来通行使用。那至于最后一个陈情的部分来讲呢，主要就是他所陈情的这些位置呢，确定也就是在我们的编号节用地里面，我们做回应说明以上报告。谢谢。那个我们各位委员针对回应意见这边因为这个到时候是法定的文件，所以有些笔误还是请暂时先请示。不过里面有些讲，因为看举个例嘛，你看一下那个你们现在回忆西部计划的这个第29页啊，这里面提到说同编号37平息意见，联系意见。可是那个编号三呢，它其实讲的漏漏，你应该讲说同编号三的容积的部分。那七的部分呢，它其实就是变成我的产品要不要换了回去，所以。我会建议写清楚一点，不然这样读哈，因为三讲了很多，然后七又是在讲另外一个，你会讲说容积率是比较三的容积的部分，类似这样。那七的部分是在讲说是优先选择权，这样话比较精准，不然到时候可能会比来比去的不足。以上建议，谢谢。非常简单的讲一下，因为那个陈情的民众哦，可能这个。费了很大的心血哦，一个字一个字哦，这个去写，而且这个唯恐这个没有办法把心里面的那个话都表达清楚。可是哦，我的建议是这样子的哈、哦，我们恐怕要让民众真正知道，因为都市计划委员会哈、哦，它最主要就是在审议都市计划变更呐、啊，所以你们可能有很多那种什么土地行政呐、啊、哈，或者是工程施工，或者是各种这个非都市计划变更的这一种的诉求啊，事实上都委会没有那个权力，也不是他该做的职责。可是因为好像一直没有那个嘛啊，所以他们来讲可能也是会讲到这一类的事情。当然是因为这里都市计划要变更衍生的前后的问题。不过这一点我是很怕是说啊，最后他们下个金灯哦啊，下个那掏心肝啊，最后我们两三句话，那这个失望的落差，最后一股脑的怒气哦，通通都加到那个郝市长的头上。哦、那我是觉得是不是那个都委会这边哦，也尽可能哦，就是这一部分一定要宣导了哦，尤其是当事人都坐在这里啊，每次有都来了，哎，让他们知道这个有的是根本都是我们市政府的行政事务了啊，所以在这里面哦。如果你不那个的话，那大家变成又打比较，那这样子又让我们民众更痛心。所以我觉得，所以像刚刚从你这样一直念念了半个小时，事实上他们都没有回家嘛。哦，啊、可是听来的恐怕好像那个哦。所以我的建议是不是有话都讲清楚哦？今天因为都委会不是包罗万象，哦，权责也没有授权，哦，那这个我的建议是这样。你后来回答哦，应该是就人家那个一条一条回答哦，比如说这个应该是请市府地震处去干嘛，或者请公务局，或者是请其他的什么财政局啊，应该都有很多或者什么委员会，这样子至少他还知道说、哦、后来这个事情我要去找谁，啊，我现在通通都灌到都委会，你也处理不了，我造成民众更多的误解，那这样就对不起民众了，好，好不好？谢谢。其他委员还有没有？我们这个比较回答哈，因为你都是按照那编号提案的顺序嘛哈，那我这个可不可以把它归纳一下？归纳一下这个每一个开发案啊，他的问题可能都归纳。那有一些是属于我们这些规划，有的是建议以后我们要研究这样的形式比较好。你比如说通常的那个研究了或者什么，我们觉得有很多的问题，这个可能现在规定什么不会，那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学到这个经验啊。
这个意思啦。那你比如说我们这个委员会在建议的哈，公花然后配合我们这个指令，以后通盘建造的时候就能够考虑到这个上桥这些都市计划的。有需要的时候要说一声，啊，平常有更新的时候会有些变更嘛，哦，那这样可以落实，我们这个交通计划，一直想说交通导向的一个都市计划啊，开发计划，那你始终都没有，还是原来是什么？那就你说台湾呢，这个高铁有很多特定性。那就是未来那个特定区嘛，哈。那我们台北市呢，捷运站也没有说特定专用区，没有，那就是跑到原来就是用一个叫做住客，就这样子就解决了，哈。是这样，有很多的确是要有一些检讨，不过这个不在我们今天能够答复、能够做的，但是我们是建议方案，哈。这个发展局希望能够有些地方的确有这个必要的，你比如说这个地方有很多一大片都是住宅区，那有没有这个需要？因为它现在将来容积增加了，人口增多了，要不要有一些土地变更？那么利用这个机会，我们这个都是可以列为以后研究通盘计划的时候，通盘检讨的时候。一个参考啊，我想那个时间大概过了快要，大概快要三个多小时了。那这边我想，我们这边整个这个钟仪表还相当的多哈，所以刚刚大概有很多人的意见，包括就是说有些部分要加这个补充的说明啊，我大概整理了一下，是包括像这个违规的一些影响啊，那我想加强说明的啊。然后另外就是那个后面有一位那个马先生这边提到，那我们可能因为现在大家决定要做一起的这种开发啊，可能也是要加强沟通啊，就是说明那个他单独要去做这种新建的话，可能更新的话，在未来可能会有一些问题困难。那另外呢，就是说在那个西部计划这边，大概也有一些部分，我想刚刚大家都有提示，应该都有一些记录哈。那这部分就要加强说明。那第二个大概就是文字的说明要精准，因为这些大概在未来都会是一个法定的文书啊，所以文字的说明精准，那大家不要错字。那第三个就是，有一些事实上不是都委会的权。我想这一部分当然我们必须要给一些答复，但是在前面要讲清楚啊，也就是说他可能可以提供给市府相关单位来做参考的啊，或者来执行的啊，或者要由他们来回应的，我想这部分呢能够让我们的民众都清楚啊。那另外就是刚刚也当然也提到，就是说我们是或许啊，还有新闻当然提到啊，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做一个中整啊，因为里面题目很多大概都会相关的啊，那有哪一些我们直接就回应了啊？有哪一些是要建议去研究？像刚刚提到那个容积的一些问题啊，然后有哪一些是提给这个市府参考？我想这一部分啊，就是属于这个钟仪表的内容啊，就麻烦做一个整理啊。那也麻烦我们那个没有单位这边帮我们再做一次解释啊，那我们再送到我们的单位。好，那。我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听到，没有的话，那我想今天就谢谢各位啊，耽误了比较多的时间，谢谢。